工商时间97M2防摔手套帅气安全虾皮热卖中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鱼，这小编李宁。好，那今天是灾难片啊，灾难片就是，上次有看到我改这台机针，好，这台机针的部分呢，吃的机针，对，机针的部分呢已经改完了，然后弄，然后我们后来其实我很少骑啊，然后偶尔出去买饭啊，干嘛骑一骑，结果在我的员工骑出去买个。早餐，买个早餐而已啊，好，买个早餐回来的时候呢，我们发现了车子怎么骑不太动，结果我们发起来就这样，然后我们发动发起来呢，奇怪，它怎么不会转呢？不会转。对，然后车油就这样，哎，由于它不会转呢，所以它的那个增压呢就会供油就会太多干嘛的，所以后来呢，我们就想说要检查看看。那我们就拆下来检查看看，因为它这个状况呢都正常，可它不会转。那我们拆下来给大家看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。好，那我们拆下来呢，发生它的，这个中间这个断在里面，然后我的曲轴断牙了，完了，我又断了。为什么每一次我都遇到断的？结果。我一开始以为它只是这一个锁曲轴的滑掉而已，结果它现在是曲轴断牙。好，那站个头啊，站，这又是钱了。好，那现在的这个状况呢，因为我们有跟那个机身的厂商也有在联系中啊。那联系呢，他有说这个套件是没了，可是他有一些小配件都还有，那些小配件呢都还能。买得到啦。那现在问题一点是本身引擎受不了，因为曾经他们也跟我们讲过说，有发生磅数打太大，活塞穿孔啊，曲轴受不了啊等等相关。那我现在是我想说看这颗引擎能撑多久，结果没想到是曲轴先受不了，曲轴先断，所以这个断牙这很明显就是直接从里面断。所以好吧，我们看再怎么样修复，再看要怎么改曲轴啦。好，那暂时先这样，这是灾难片。好，我们分享一下哈，机针还蛮爽的啊，声音听得还蛮爽的。我正想要爽，结果就断了。这个使用里程1000以内，我跟大家讲1000以内。哦，大致这样。好啦，那今天就这样。好，喜欢我的影片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小铃铛。我不想讲了，拜拜。